行了，开始。他不是来找我的，你放心吧。哦，姑娘，慢点啊。再见。再见。都给我听好了啊！不许开枪扰民。站在那乱刀砍死你，没事跑那种偏僻的地方，你想干什么？我又没叫你来救我，你来干什么呀？你一来我的背包就没了，都怪你。我火急火燎过来救你，还救错了是吗？你怎么知道我在那儿啊？哦，你俩是串通好的吧？一个就用任务把我骗来，其实想把我整死；另一个假装成要救我，其实满口谎话，根本就是不知道有什么更无耻的目的。看什么看？谎言被揭穿了，无可辩驳了吧？你这是故意把我的录音给毁了。怎么说我也救你两次了，真不知好歹啊。老副局长今天上午才来过刑警公司办公室，他什么时候走的你知道吗？
不知道啊，我今天整天也没见到他们。是啊，副局长昨天走的时候也没说什么呀。新奇，马上用无线电联络了副局长。乐宁，去问问门卫，琉璃外出的时候也没叫车。胖子，你留在这儿，琉璃一有消息一定会跟我们取得联系。我先出去找他啊。发生什么事了？冷副局长一早就把琉璃派出去执行任务，到现在都联系不上，而且无线电都不切断了，能不急吗？吕布上下就属你跟我时间长，我的脾气秉性你应该知道，我从来都是说一不二。是。那好，那你就当着弟兄的面说一说我给你下达的命令是什么。找到琉璃把他带回来。那违抗军令又该是什么下场？违抗将军的命令就是违抗军令，格杀乌伦。你背的还挺熟，那为什么还明知故犯？因为将军的琉璃小姐不一样。这样的女人，这能危害将军，人能危害整个吕布，所以龙泉先行了断了她，甘愿以自己这条命，捐了他的条命。将军。副官也是为将军声誉着想，请将军饶过副官这一次吧。将军，这样的女人，你以为琉璃和我以前认识的女人一样吗？不，从他们的眼神中就有不同。以前的女人眼睛里充满了妖气，可琉璃满眼的正气。你再好好想想，以前的女人会不等敌人倒下自己就绝不倒下，她会不顾自己的个人安危抢过一台录音机吗？龙泉，女人的容颜不过是个符号，同样漂亮独立身手不凡的女人，但心不同就会有天壤之别。好了，龙泉，我今天不杀你是因为我不想背负一个残害忠良的恶名，更不想给琉璃天生一笔本没有的罪孽。把他放了，送回银矿眼罩。将军，琉璃小姐中的是竹叶青剧毒，你不要龙泉的命。龙泉就去小姐的坟上自行了断，全赖将军的恩义。我死不了，上官雨珀不是救了他，你还是留着你这条命吧。陈哥，陈哥，这是我家别墅，你需要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好好睡一觉。我是不是中了毒快死了？不会的，你好好休息，我出去一下。去哪儿？我也要去。只要你不放弃，我就不会放弃。我答应你，12点钟之前我一定回来，你等我。
生，再来一杯吧。医院，我的心中有一个恨字，换着一种很平凡的东西，就像我天心跳呼吸，来，你过来一下。他受了严重枪伤，更严重的是他的脑部受到重创，得需要马上手术。好，但是手术之后可能会失去记忆，你能同意吗？那一瞬间的气力让我保留，我同意。没事的，你要坚强，等你醒来你就会看见我，你不会忘记我的。我等你。就算我们开始终究也被分离，thank you.
醒醒啊，上官先生！